好啦，万圣节在台湾不是传统节日，但是你知道吗？它越来越流行了，每年都有越来越多的孩子们一起感受这个有点恐怖又好玩的节日。它就像一个大型的变装派对，谁不喜欢呢？最酷的是，学校也开始加入这个行列了。我指的是万圣节派对、变装比赛，应有尽有。这是让孩子们了解不同文化并享受欢乐的好机会。我得承认，看到孩子们打扮成妖魔鬼怪的样子真的很有趣，幸好他们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吓人。但这就是万圣节的魅力所在，这一切都与放松和享受美好时光有关。其实不仅仅是学校，整个社区也开始参与其中。你会发现街道上挂满了南瓜灯笼和各种各样的装饰品，商店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万圣节服装和装饰品，让人眼花缭乱。家庭们也会一起去购物，为这个特别的日子做准备。这种氛围让人感觉到万圣节已经成为了一个全家人一起庆祝的节日。当然，最受孩子们欢迎的活动之一就是 Trick or Treat 了。虽然这个传统来自于西方，但在台湾也逐渐流行起来。孩子们会穿上他们最喜欢的服装，挨家挨户的敲门，说出那句经典的 Trick or Treat。家长们也会陪着他们，确保他们的安全。看到孩子们拿着满满一袋糖果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，真的是一种无法言语的快乐。除了孩子们的活动，成人们也不甘示弱，各种万圣节主题的活动在公园和社区中心举行，吸引了大量的参与者。你会看到大人们也穿上了各种有趣的服装，参加万圣节游行和派对。这些活动不仅仅是为了娱乐，更是为了促进社区的凝聚力，大家一起庆祝，一起欢笑，这种感觉真的很棒。虽然万圣节不是台湾的传统节日，但它的流行并不会影响到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。台湾有许多独特的传统节日，每一个都有其独特的魅力和意义。万圣节的到来反而让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去了解和体验不同的文化，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。总的来说，万圣节在台湾的流行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，它让我们有机会在繁忙的生活中放松一下，和家人朋友一起享受美好的时光。无论是孩子们的欢笑，还是大人们的狂欢，这个节日都带给了我们无尽的快乐和美好的回忆。所以，无论你是喜欢恐怖的装扮，还是喜欢甜美的糖果，万圣节都是一个值得期待的节日。让我们一起期待下一个万圣节的到来吧。今年，新生国小以小小兵为主题，举办了一场盛大的万圣节活动。你知道的，就是那些来自《神偷奶爸》电影的黄色小家伙们。对，就是他们，到处都可以看到打扮成小小兵的孩子们。他们甚至还有小小兵主题的英文课，这是在学习中融入乐趣的聪明方法。我敢打赌，老师们一定在策划这些活动时玩得很开心。我可以想象他们说，让我们一起创造最难忘的万圣节。孩子们穿着黄色的连体衣，戴着护目镜，模仿着小小兵的动作，真是太可爱了。学校的每个角落都充满了欢笑声和快乐的气氛。老师们也不甘示弱，他们也穿上了小小兵的服装，和孩子们一起参与这场盛会。这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万圣节活动，更是一个让孩子们在欢笑中学习的机会。孩子们参加了各种各样的小小兵主题游戏和活动，从寻宝游戏到手工制作，每一个活动都充满了创意和乐趣。这些活动不仅让孩子们玩得开心，还让他们学到了团队合作和创造力的重要性。看着他们那么投入和快乐，真是让人感到欣慰。最后，老师和学生们一起拍了一张大合照，纪念这个特别的日子。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，这张照片
将成为他们美好回忆的一部分。这次活动不仅让孩子们度过了一个难忘的万圣节，也让他们在游戏中学到了很多东西。新生国小的这次万圣节活动真是一次成功的教育和娱乐的结合。惠来国小决定以他们独特的爱阅读不捣蛋活动来庆祝万圣节。他们举办了一场快闪活动，学生们打扮成各种角色，猜猜看，他们在阅读书籍。这真是鼓励阅读的好方法。这就像他们在说，嘿，阅读可以像不给糖就捣蛋一样有趣，你知道吗？他们说的没错。今年大同国小为万圣节增添了艺术气息，他们让学生们以日本著名艺术家草间弥生的作品为灵感创作服装。我说的是那些很棒的圆点南瓜和那些色彩缤纷疯狂的服装。这就像走进了一个活生生的艺术展。我敢打赌，孩子们在展示他们的作品时一定感到非常自豪，而且他们可能也在这个过程中学到了一些关于艺术的知识。金湖国小参加了后埔搞什么鬼活动，一起欢度万圣节。这个全镇性的庆祝活动充满了恐怖的装饰、有趣的游戏，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的糖果。我敢打赌，金湖国小的孩子们一定是镇上最酷的妖魔鬼怪。我相信他们和朋友、家人一起玩不给糖就捣蛋的游戏一定很开心。好吧，桃园美国学校并不是一所典型的台湾学校，但他们绝对知道如何庆祝万圣节。他们精心策划了鬼屋、变装游行，甚至还有南瓜雕刻比赛。我敢打赌，这感觉就像走进了美国电视剧里的万圣节场景，看到不同的文化如何庆祝同一个节日，真是太酷了。许多学校利用万圣节作为让孩子们对学习英语产生兴趣的机会，他们和英文老师一起玩不给糖就捣蛋的游戏，听恐怖故事，甚至还有万圣节主题的英文歌曲和游戏。令人惊讶的是，一点点的万圣节乐趣就能让学习一门新语言变得如此轻松。从制作恐怖面具到装饰万圣节饼干，学校里充满了创意活力。孩子们忙着制作万圣节劳作和玩有趣的游戏，他们甚至还举办了南瓜雕刻比赛，这总是竞争激烈。我敢打赌，教室里一定充满了欢笑声和南瓜香料的甜美气味。令人惊讶的是，这些活动如何将大家凝聚在一起，创造难忘的回忆。说真的，万圣节最棒的部分就是穿上戏服，然后拿到很多糖果。让我告诉你，这些台湾的孩子们并没有让人失望。从超级英雄和公主到妖魔鬼怪，他们真的融入了节日的气氛。他们在收集糖果时脸上的笑容无价。万圣节在台湾可能是一个相对较新的传统，但很明显它已经在这里扎根了。这不仅仅是关于服装和糖果，尽管这些东西很棒，这是为了给孩子们创造有趣和难忘的经历。谁知道呢？也许这些万圣节庆祝活动甚至可以帮助建立不同文化之间的桥梁。毕竟还有什么比和朋友分享欢笑和恐怖故事更好的呢？万圣节的庆祝活动在台湾的学校里变得越来越受欢迎，孩子们穿上各种创意的服装，从超级英雄到鬼怪，每个人都沉浸在这个充满乐趣的节日里。学校的走廊和教室被装饰得五彩缤纷，充满了南瓜灯、蜘蛛网和各种万圣节的装饰品。这些活动不仅让孩子们有机会展示他们的创意，还让他们学会了团队合作和分享的价值。老师们也积极参与其中，他们不仅帮助孩子们制作万圣节手工艺品，还组织了各种有趣的游戏和活动。这些活动不仅增进了师生之间的互动，还让孩子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和成长。万圣节的庆祝活动
成为了学校生活中一个重要的部分。JIS 它不仅丰富了孩子们的课外活动，还为他们创造了许多美好的回忆。这些庆祝活动也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提供了一个平台。